开始录，有了吗？一定是两条的啊！我当初不是说你一定怀孕吗？我叫他们去酒楼，看一下一定。喂，你进来一下。嗯，你去酒楼帮我拿那个红布条线来一下。第二条线出来了啊！啊，你上午没来？我去停车。我现在在跟你打赌，来，现在打赌的是双胞胎，越赌越大。越赌越大。我什么时候跟你讲你一定怀孕？10月28号。是，就差不多。前面你从那边路过也没关系。我现在跟你赌双胞胎哦，为什么？因为第二条线很像。我们这个 QPCR 系列正常两颗孵化出来的，目前为止是100%怀孕哦，所以你不可能打破我这个黄金定律。不过我今天有一个苗栗来的，就42岁，两颗去切，那两颗全部不正常。我说你42岁至少要给我20，我们等一下，等你先生来好了。我叫他快点。对啊，我记得那天他是不是跟我一起拉一定怀孕那条棒？对对。今天我要再叫他再拉一次。好。10天前我说你一定怀孕，10天后果真怀孕后，你什么时候验有的？礼拜一晚上。对啊，今天礼拜那一定双胞胎的啊，很强吧？礼拜一晚上是单胎。你妈事先跟我打个招呼。蔡医师找你。啊，你要上来了，好，我在诊间了哈。不是啊，你都没有消息，我们都说奇怪。你这哎，我说。我猜你的个性会先验嘛？啊，你都没有消息表示？没有，我本来没有那么早验，因为我老公就叫我去验，本来很就是哦，这礼拜一的，对，这个不是不淡呐、啊，淡淡的，礼拜一就这么样子了。你现在给我，这个如果是礼拜一的话，啊，这是今天的。来，我等一下跟你先生一起拉，我跟你先生拉过一次。这要从这边拉。你先生他礼拜一就验有了，不早通知，害我们每个人替你提心吊胆。我等一下跟你先生一起拉了，他跟我拉过一次嘛，对不对？对。